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寻迹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华严三圣像。安岳县有着中国石刻之都的美誉，位于安岳县石阳镇盖香山悬崖峭壁上的华严洞，早有大小两洞，内有宋代造像159区，历代碑刻题记24处。本期我们为大家介绍大洞华严洞。华严洞高 6.2 米，宽 10.1 米，深 11.3 米，正壁坐高 5.2 米的华严三圣像，中座毗卢遮那佛，左右分别是文殊、普贤。毗卢佛头戴宝冠，身穿袈裟，面颊丰润，两耳下垂，双目半睁，神态严肃，伏坐于莲台之上，手作法指，似在讲经说法。两侧文殊、普贤头着饰有化佛的宝冠，身穿通肩袈裟，胸前缀饰璎珞，面目慈祥端庄，分别盘腿安坐于青狮、白象的背上。正臂两脚还有两个高三米、表情十分虔诚、两耳恭听佛法的目犍连、舍利佛二弟子站像。佛的左右两臂排列着十尊通高 4.1 米的菩萨，又称十大弟子，共有十组亭台楼阁、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、飘渺云彩以及各类人物，均呈现在云层之上。洞中有一仿木石刻的大供桌，在右臂第五和左臂第十菩萨坐侧，一只下山猛虎，一只金毛吼狮，怒目圆瞪地守在洞口。在洞门左右两臂上还雕有三头六臂的准提佛母和八臂的摩利支天像，佛母前双手合十，后下两手左持镜，右握彩印，后上双手各捧日月。华严洞是全县造像窟中最大的洞窟，也是两宋时期的中国造像艺术典范。华严洞造像以密宗为主，题材达39种，其布局严谨，造像奇妙，动静结合，虚实得体，采光科学，殿堂寺的石窟灿烂辉煌，气韵生动，在中国石窟造像中独树一帜。这些世俗化、民族化、地方化、生活化的说教作品，无不使人叹为观止。这种独特的对比造像手法，使窟中造像全都活了起来，显得十分的生动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。看完本期寻迹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下方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。下期我们再见。